童工已经长大了，不会成为大家的拖累。报，燕葵祸事已被平息，平定者是龙将柳宜光。宜光，你回来了。龙将柳宜光，听凭陛下调遣。站不起来，不，属下有负龙元伟之名，愿以死。山部奉命镇守龙渊入口，其他三部在龙渊内守护祖龙苏醒。奉宗主之命，誓死守卫龙渊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奉宗主之命，誓死守卫龙渊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住，野幼狼！山老师，让你成为我老师的，是你高贵的名。我是这样一个目标。我为守诺而生，为守诺而死，我这一生无愧于长生天。被狼人信奉长生天，传说中被长生天选中之人会被接引到永生之地。我们没有答案，休整一下就能进。小鹿哥哥，别想太多，现在找到祖龙才是最重要的。
撑得住，你们快去支援守护龙渊深处的兄弟们，那些白骨吸干了。救救我，随我一起勇夺地狱吧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更多的。前面的怒灵在干什么？玄机，我们快杀进去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好累啊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这里有非常强大的幻气，他们应该也在这里。黑曜石之镜，除遮目之迷障，现。我只能对敌人使用。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？我们快去保护他。小鹿哥哥，我给你变个戏法吧。黑曜石之镜，破万物之幻象，显。快躲起来！快躲起来，绝不能被人看到我的本相。啊，被揭穿了吗？别跟这家伙废话，揍一顿就老实了。杀死一个幻象，便能减弱一份他的力量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英雄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小鹿哥哥，把它交给黑曜石之镜，现心中之所惧。喂，幽冥之船，受咒而来，我为逝者，引魂而开。我做了什么？
好想吐啊，为什么又要坐船呢？小鹿哥哥，黑帝神器不是这么用的。注意，有东西爬上来了。是来晚一步了，杀光这些妖魔！抱歉，我没能救下他们，只是一群傻瓜。他们不是傻瓜，他们至死都相信祖龙。我们只有阻止祖龙，才对得起这所有牺牲。
不，老师，我们错了。祖龙欺骗我们，唤醒的是会毁灭云锤的魔化之龙。陛下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解。陛下，请助我，只差一点点。我绝不能用天下众生来冒这个险。老师，再确认。停手！停手！可笑之极！永恒之境终将来临。陛下与其做徒劳的反抗，不如与我一起迎接他吧。你居然不受控制，有趣有趣，让我抓你研究一番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休得妨碍我。不，不仅仅是神与书院。老师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都是你。永恒之境，高不可攀。王者之下，而你们也是我献给永恒之境的祭品。一个目标，我没有给火部丢脸。虎铁从山，撑住！老大，我们不想变成魔物死去，我们……小洛，当心！一个目标，你们好，你们不会再痛苦了。我们是怒林四小侠。死亡对他们来说才是解脱，无人能阻挡祖龙的复苏。这冰天雪地的温柔，尔等凡人如何能懂？我能呼风。最强。
强大的力量。何人饶我？神龙啊，摧毁这腐朽脆弱、礼乐崩坏的世间，带给我们强大的新世界吧！这力量，啊，皇帝大人，您来找龙怀了。我来送你去找那能感应你力量的祖龙。黑曜石之境，应迷途人之心。进。这世上能救祖龙的只有他自己，我们必须唤醒他，让他去压制被魔化的自己。龙怀，还记得你的誓言吗？皇帝，皇帝大人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谁知今夕是何夕，谁是谁来了。心魔既生，迷障岂会这般容易就散？能有片刻清醒时光，已是幸事。天域岛，海神之力，大人，这力量。又将沉睡，似梦非梦。心神即将离世，永恒之境，方为真正境界。愿为新世界献祭，那便与旧世。这些疯子个个都以为自己在拯救世界。吾不可叛也，吾不可欺也。吾信其目见之，信吾心感之。老师，原来这就是齐天法阵的真相。你一直在利用整个皇室。陛下，老夫心中所怀的天下，从来都不是这个天下。只有你和我身上的力量，才能取。我代表龙族感谢你的帮助，你永远是我们龙族的贵客。Thank you.
汝等并非吾等待之人，为何唤醒吾？他们皆为龙神信徒，为天地人心，方能滋生万物。时时念念人心即天性，生生不息即天机。之境，这般懦弱，你不是祖龙，你救不了任何人。他们都是献祭给我的力量。快来我这里，入魔太深，回头无路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永恒只是虚妄。天灭地的力量，严大人，你才是我最完美的作品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人心便是个笑话。你们既不愿做永恒之境的极品，那就是件陪葬吧。只是为了履行契约，要是你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在灵界混？你很好，有资格继承我的力量，成为龙族之主。在此期间，还继承者数百年间，吾以一人之力行祖龙之责，属于吾之力，他人休想夺走。吾具祖龙，除无逆鳞者，死。需要一些时间来救他们，请帮助我。
埋葬吧。时之境，应如之所期，以无血脉为引，幽夜玄流之天葬。时之境，现欲借威猛之路，女儿永远无法成为你想要的强者。隐，我是童光。童光，方才击败老师后，耕之后人，为感激如之相助，龙族愿继续。并肩作战。果真有如先祖之风。如一位故友，他可是来送我一程。诸位，好久不见。龙渊，为何听到这个名字，有种宿命的感觉？吾友，我回来了。是天命之人。如之所求就在前方。是你内心对力量的渴望引你来此。告诉我，你为何渴望力量？
若有了力量，你又当如何安定天下？人质兼备已是万中无一，只是乱世之中还需无畏之心。庚，你可愿继承皇帝人心之道，以毕生守护这片大陆？皇帝在上，我庚愿世代守护云锤。叫我龙怀就好，我们以后便是并肩作战。我想这一日必不会太久。你这番说辞听来甚为别致，这段日子你没少尽要带着卑贱的人类体敢来挑战我，简直是我龙族之耻。小心！卢怀，玲珑天凡。休养即可，是我太过松懈轻敌了。看来我在治愈一道上实在天赋有限，竟不能替你进化完全。你是那龙怀，你的记忆被更为高级的存在所封，自然没那么容易恢复。你又来了，我今日想清静清静。哼，祸水一词可不是这么用的，你又去听书了。卑劣贼子，妄图趁我进化之时冒犯于我，已被我诛杀。抱歉龙怀，我这卑贱的种族竟妄图守护龙神大人。我自能分辨有罪之徒。不，我相信事在人为，人定胜天。就算现在不能，也不代表以后。当年皇帝大人曾说，我龙族体质特殊，可为任何力量之容器，便是这体质造成今日之祸。
若真有心魔缠身的那天，一定要杀了我。我不要昏睡。龙怀，你我多年并肩作战，你来了。别忘了早点叫醒我，苏兰桥头红颜祸水那段书我还没听完呢。唯独龙渊之事清晰如昨，原来这并非情切，而是逃避痛苦。属下自愿成为龙渊卫，尽忠职守，生死于斯。今日春光正好，是你最喜欢的阳春四月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这几十年来我耗尽灵力，却依然无法驱尽你的魔气。可是我还是相信人定胜天。如此强烈的执念，凡人，你真以为你们能胜过命运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命运。命运的强，作为代价，你将失去所有力量，所有记忆，如同出生婴儿一样。我还有无数未尽的职责，我需要时间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期待那一日的到来。龙怀，我会在契约终止那日等你。我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而我，龙怀，我等到你了，契约已经终止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我们终是改变了命运。今日我们虽改变了命运，却也走到了命运的尽头。只可惜旧事的一切都已入轮回，
新的篇章也该开启。不可能，他好好的，怎么会魂飞魄散？不必，这一次我想自己一人解决，你们各自的。果真失去会让人成长。小罗变了许多，哥哥还等着我。十年瞬间即逝。准备好。